记者沈佩辽台北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网络人气一等一，多次被外界质疑发动网军带风向，但柯每次受访都称自己只有网络义勇军。市议员周威佑、简书培金痛批柯文哲放任网络义勇军攻击对立者，容不得一点不同声音，要柯呼吁支持者应理性发言。柯则说没有推波助澜。 有在反省。柯文哲下午赴议会市政总日询，市议员周威佑提及日前有冬奥证明工投志工在科上班途中拦路呼吁联署，根本连靠近都没有靠近，顶多声音大了一点。事后却遭科批评是暴力胁迫叫嚣。周威佑不难指，日前市府顾问蔡毕如枪声媒体删文，否则没有下一次专访。 这才是真正使用权力的暴力。科解释还原当天情况，是专访已经结束，跟媒体聊天。蔡毕如是告诉对方，访问结束就结束，聊天内容不算正式访问。周围又批评柯仁哲作风上行下效，导致支持者也这样。科口中的网络义勇军在网络上面对不同声音就群起攻之。 围剿对立言论，柯文哲喊冤称网络世界无法控制，并反批传统媒体，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每天都在造谣。他也没有不高兴，就说报告，网络世界有各种声音，他并没有推波助澜，也有在反省。市议员简书培现场要求柯呼吁网友要理性发言，柯回说好。